大家好，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欢迎你们来华旅行。国际社会遇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是同舟共济的，共抗疫情谱写了国际合作友好的新篇章。你们呢，都是各国的友好使者，也是与中国沟通的桥梁。祝愿你们在华的工作顺利，生活愉快。